原来唐苏就是你啊！怪不得这么眼熟。唐苏，唐苏，哎，童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打算把苏苏的事情报告给黄福爵吗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那如果我要求你不说出去，你能答应我吗？ 那你得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，张公公，不够，还有。